第三十三题，甲乙两车在南北方向的笔直道路上行驶，两车出发点相同，而且都朝北方出发。运动情形的 ST 图与 VT 图如下列各种图示，则哪些图示表示两车距离越来越远？我们的 A 呢，发现它的 ST 图，它们的间隔呢都是一样的，所以表示它们的之间的距离是相同的，所以呢，我们 A 就不要选了。那么 B 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ST 图里面，我们这个间隔呢就越来越大，所以表示呢我们甲乙两车的距离就越来越远，所以呢 B 呢是要选的。那么 C 呢就是一个 VT 图，那么他们都做斜直线，都做等加速度运动，我们可以看到随时随地我们甲的速度呢都大于乙车，所以任何一个时侧我们的甲车走的距离都会比乙车来得多，所以他们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，所以 C 也是要选的。那么猪跟 C 是差不多的，只不过呢 C 的出发的速度不一样，而猪的呢它的出发速度都一样，从速度为零开始出发，但是也是一样，我们看得到我们的甲车的我们的速度一直都会大于我们的乙车，所以表示我们的每一个时间甲车都比走得比乙车要来得远，虽然距离也会越来越远，所以我们猪呢也是要选的。因此第33题问我们说，则哪些图示表示两车距离越来越远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C B C 猪。